程潇发文，捐也说，不捐也说，捐的少了也说才捐了这么点，捐的多了也说怎么没上次捐的多，什么时候开始用捐款来衡量一个人，捐款不是攀比，每个人尽自己一份心，关注在事件上不好吗？早前程潇在此次的灾情中捐款10万，被指太少。